减速是 R2 嘛 ？L2 嘛 ？L2 嘛，对不对？是 L2， 然后 L1、R1 是控制那个，就是你不用让机身平移，你就可以直接移动。我们要来再次看看秋风的。对，这周再下降吧。那种牛又来喽，又来喽！真假的？因为爆，这里就会爆。你要去哪里啦？你有没有减速啊？小看我，降落嘞、欸！有车来，有车来哦！赶快，小心一点。目的地是我们这里哦，你要绕回来。我再绕了，哇、哦！我开车去、哦。你们不要这么紧张嘛，搞得我很紧张哦。我技术有差成这样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给你一点压力，让你可以在压力的环境之下。有，我过去了，有没有？你要不要？不要！你走道路。我找道路啊！我正在找道路啊！我直直的开过去了、欸。嗯，过来，我开车也目。看你的飞机在玩萝卜蹲呢、欸。萝卜蹲哪有啦、啊？是有怎么样？画面有延迟是不是？你不觉得我很正常吗？开得多棒啊！减速。有，他现在很正常啊！你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啦？哦，哎、欸，你们信任一下队友好不好？我就要爆炸了，信任队友！哇，好险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再待在我面前，谁在撞我啊？那是敌人！哎、欸，赶快把他干掉啊！哦不！哎，你们不是说清空吗？清空了，刚刚清空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你为什么？巧克力怎么会整条移开的？没有，那个是敌人的车子，然后开到正中间。他拿火箭炮打我哎、欸！秋风就碾过去，然后他就下车拿火箭炮打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，你像阿兔，他像阿兔，像阿兔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你们阿兔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好难过、哦。等一下，就是你们三个下去，然后我负责开飞机降落。不是，你们说把敌人清空了，为什么会有人拿火箭炮出来打我的飞机？如果说人都不要移开的话，那个 NPC 应该是不会跑出来了。是哦，因为小哥他刚好跑，然后我刚好塔台，我们两个都离开了。因为我想要看秋风降落的画面，然后小哥他跑去看你的旁边护送你，就他就结果竟然有一个 NPC。开车挡住我的飞机，还拿火箭炮出来打我们，我们本来要赢嘞、欸，太惨了，我好无言哦。好了，之后就不要贪看了嘛，我真的很想看啊，看你的英姿哎、欸。我想说从后面护送你一定没问题，结果没想到，哎、欸，他们也来护送你，从前面。哎，我没话讲了。那我开飞机可以吗？我没话讲啊，你看我头耳朵上还戴着这个哎、欸。你都猜猜着干嘛、啊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带这个。你们去打啦，不打了。你们有狙击枪的，狙击他们一下好不好？我只有小手枪而已。我只能去开你们的肌肉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把车拿过去弄爆吧？不会啊。小手枪，哦，有。哦、小手枪要打人真辛苦、还有人吗？这里还有人。哇，你这台车那点火装置好帅、啊、在这里。哦，真的有打到人吗？这样真的有打到人吗？你确定小手枪可以打到人？我刚刚真的有打死几个哎、欸。我只求你们不要把我车子弄坏掉就好了。有，我看越野车。哎、欸，好像清空了，清空了。真的吗？我整个都过来了，你确定吗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我现在已经有点不太信任队友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有点不太信任队友了。有人，还有两个。刚刚有人说清空了，结果为什么会被火箭炮打死？还有人呢？有都死了。老皮上飞机哦。他们身上好像有枪可以捡啊，你要过来捡一下。要，哎、欸，都被巧克力走过去捡走了。另一边还有，哪一边？这里啊，这里吗？这里有很多尸体。尸体，可是我刚才都走过了、啊，没枪啊。哎、欸，走了，我拿小手枪，还要我做这些事情，你们真的很有良心哎、欸。对，这
这个人干嘛不是？我可不可以开我自己的车过去啊？不行啊，要上飞机了啦！快啊！有狙击枪的人不下去追狙击。那狙击枪其实没有很，你就直接冲到那个帐那个什么，他棚子里面，他后面不是有个洞可以钻吗？嗯，你钻到里面去之后，就可以在里面打，躲木箱后面打，其实很快。好，真的啦，那边比较好打啦。因为你说你住在那边的话，又没有什么掩蔽物可以躲。可是我刚才躲在石头后面，根本打不到人欸，就是躲到那个啊，就是他们那个机棚里面啊。我刚才在里面打就很轻松，把人全部清光光啦，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好了，这次一定要过啦，这再不过我就这一次根本不是我飞机驾驶技术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飞机驾驶技术没什么问题。好啦，是我们的问题啦。啊，我们我要再次强调，是那一个火箭炮的那个也，我觉得也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是那个他太阴险狡诈了。他为什么会忽然间开过了？因为我们刚才都清光，他就忽然跑出来了。对啊，他就躲在角落看着队友全部都死掉，有没有？然后发现我开飞机过来咯，然后就忽然出来，哦，火箭炮一发，太邪恶了，就是有这种无耻的人。怎么样，要跳了吗？没有啊，只是我在玩玩轮胎而已啊。向上，想不想倒倒的飞飞看啊？下下，我刚刚已经倒着飞好几次了。有吗？这样 OK 吗？有不错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天空变成地板，飞机那个风景还蛮漂亮的，差不多可以下去喽，要下去喽，准备了，等一下我说跳再跳啊，跳这样跳那个帐篷后面，帐篷后面，好了，我要跳喽，跳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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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嘎啦杯酒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往左，哦，就往这个方向。就往这里，慢起来。有人说秋风感觉生气了，你再感觉他出来还在生气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感觉生气了，我还会生蛋呢、欸，生气。对啊，生很多颗蛋，你别在那边猜。哎、欸，低空飞行帮你们助阵好不好？嘿，完美降落了，有了，我要拿出我的小手枪了吗？还没啦，人才刚落地而已，不要急，不要逼我。好想往下飞哦，在空中停留一下。我开始打人了，终于有接近他们的时候了。接近，慢慢接近。这里好多人哦。你往他里面去啊。结果你们都把人打死了，我干嘛这么慢？真假？根本都瞄不到人。我要死了！哦不！哇，他这样子杀我，我死亡了。我可以清光了吗？清光了吗？我把最后一个那个吗？我把最后一个死。我射不到他们了。我绕一圈。被我用掉了。所以清光了吗？还没。我复活在哪里啊？我看那边还有一堆，底下还有一堆。所以我可以先降落吗？不行啦，不要急啊！我就冲进去那个点里面就好啦。哇塞，Alan， 需要你啊！这个超远的。噔噔噔噔。为什么看到一台车在乱开？有人说为什么会有蟑螂这种恶心的声音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有很多化妆品，他们是都靠蟑螂里面的萃取那些精华出来做化妆品的，你懂吗？因为蟑螂它里面那个蟑螂胶质啦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保持年轻。如果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合成一个蟑螂的皮肤的话，你的皮肤就可以这个保持光滑到那个你整个身体机能不行为止，很恐怖的。可不可以降落了啦？我小手枪真的很难打人欸。可以降落了吗？还有几只？好，那我先飞上去。我再绕最后一圈哦。这边还有一只，我打不到害到吗？还有吗？还有。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很怕死欸。干嘛那么怕死？因为我好像都差不多咯。没有人了，这里没有人。我要降落了，最后一圈哦。我们去帮你清空跑道。好。
没有没有，你们在那边那个路口等我就好，我等下直接飞过去。我在这边呢，我有上次的经验，我觉得会有人来暗算我们。真的真的，有上一次的经验。清空跑道是不是？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啊！清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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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可以，可以了。哎呦，有拿火绳在那边乱打、欸！哦，有一台飞过来了，他把他打烂了、欸。真假？刚才是不是就是那一台暗算我们的？红红哦！老皮慢下来，刹车！哦，赢了！耶、yeah, ，有了！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终于啊，是不是？是，太棒了，太神了！哇、哦，一万五，可以买了吧？够不够？应该是够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对啊，没问题。一万五哎，我们为什么要解那些那么难的？解这个就对了，解这个啊，这个可不可以多解几次？先赚一万五哎！我有击杀两个哦，那巧克力你来干嘛的？啊，来看你们呢、啊。巧克力怎么没有打到任何人啊？喜欢喜欢，直接坐等 carry， 太喜欢了！这游戏怎么这么棒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有喜欢，赞！嗯，这真的很棒，神经的啦！我下技术相信我，下技术我刚才一次下去了，就我刚才那个，我那下要开始抖尿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来考验你们好不好？嗯，我看一下这个啦，毒安清空要不好？最后一个任务啊，还是你要现在？你现在钱够买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再玩一次、啊，再玩一个，再一个好了。最后一个，毒安净空啊，那个是任务。毒安净空，要抢毒品的。哇哦！赢了就放广告啊！赢了就放广告，又要来放广告了。对，赢了放广告，输了放广告。那我应该要放三次广告了，加起来一分半有没有？特制卡宾步枪，好了吗？人家身上有八万块了，买子弹。邀请人吹佛，这吹佛的任务哎、欸，吹佛哥的任务哎、欸，没问题啊。好了吗？真的没问题吗？如果你任务失败，你会被吹佛哥弄死哦。啊，那把你塞在马桶里面，或者把你冲成意大利面把它吃掉。你很吹佛的意大利面吃了会吐哎、欸，里面还有那个一个眼球啊。吹佛意大利面不能吃哎、欸。我们再来现赚一万五啊！安毒净空，我好像买了比较强一点的枪了。他说，他说到那个制毒工厂。我搭 Alan 的车。Alan 有开车吗？有，你还黄色的車？老皮要坐我的车吗？好，你干嘛来我驾驶座啦？哎、欸，你不是坐我的车吗？嗯，我要坐，我要坐。哎、欸，我要坐。他们已经到了啦，你好了没？赶快到了，快点到了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快點你在干嘛？等一下啦，前面那个你在干嘛、啊？快上车啦！快上车，这是怎样啦？你们是怎样啦？快上车啦！好啦，上车上车啦！哇塞，他们直接哇，他那火神机枪，他们要打赢了！哇塞，躲起来！走啊！忙到这么近哦、喔！他说那个偷那个自主工厂、啊，我们后面有人靠近了，我们后面有人靠近了。没问题，安娜，没代志，我们就在这边。嘿。你讲没问题，我才害怕、啊。哼！哦，我从下面潜入。哎、欸、，Alan 挂了。Alan 死了吧？啊，我们已经不能再复活了。后面没有人啊！靠，我好像被包围了。我靠，我要逃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逃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你们在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被人打了。你后面一堆人啊！我被人打了、欸。超多人的，我已经不能前进了，我已经没有血了。你先去吃，你先吃零食。你看你身上有没有零食可以吃？我当然没有这种东西啊。对啊，这群毒贩也太夸张了吧！他们是在开那个吗？鸡腿店的吗？炸鸡店的毒贩吗、哦？站着不动就会慢慢回血。站着不动会回到一半。一半，有回到一半。我但是前吃零食比较快啦。吃零食没有零食啊，这种当塞的东西。
把他炸鸡店干掉啊！开玩笑，我 Mr. White Heisenberg 弄那个冰毒影子一流哎，弄小乔的那也敢跟我斗？嗯，这里有人吗？套他们基地，套他们基地。小龟，你小心你那边的哦，很多人哦。哎呦，里面有人是不是？里面有人吗？是在里面吗？没有，外面。嘿，死！地点都被你占去了，我应该去另外一边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后面好像有人。我在树干里面。老天爷啊！屁股有人，屁股有人。哎、欸，我在被屁股人干掉了。为什么我们屁股有人呢、啊？我不晓得，看你们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屁股有人。哎、欸，不，我也被打死了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被干掉了。他们屁股有人呢、啊。对啊，生命树又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观看中了。哎呀，亏我还有几个，看来只能靠我 carry 了。几个几大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奇怪，我刚刚也是躲在那里啊，为什么？屁股就出现了。换间就从后面，对啊。所以老皮，你要小心你屁股后面。莫名其妙、啊。有我在我后面看着你。有啊，后面有人过来跟我说，跟我讲一下。哦，我在你屁股后面。噔噔噔噔噔。死掉了，又 GG 了。哎呦！人太多了啦，不行。我先吃个零食。啊，胃喽！加油啊，我们的钱就靠你哦。我们的未来。好，吃零食，我现在写满了。人呢？在哪边？而且你偷走骨科检，说不定还要有其他的运送啊。你们死太快了、啊，英年早逝啊！英年早逝。哎、欸，你看敌人一直来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英年早逝，真的。加油啊，老皮！上啊，老皮！有有有，前面还有人，骨科检就在前面了，我们离骨科检不远了。后面，小心哦！你看，忽然间又绕到背后了。我在后面刚你哎、欸。我全部打到那个墙壁去了啦！哎、欸，他们好像会重生哎、欸，重生僵尸哦，重生！我刚刚看到后面忽然间凭空出现，哎、欸，老皮，你后面小心！啊！哦呦！老皮的血在闪了！哦，吃零食，吃零食，我要吃那个实力旺啊！又吃饱了，又吃饱了！哎、欸，有人复活了、欸，谁？谁？有人复活了、啊？没有、啊，没有、啊，那是 Alan 啊。为什么 Alan 可以复活？就是一条命啊，他用掉那一条命啊。你看，就是他害我们没有命可以复活、啊，你就是你们英年早逝。去拿骨科捡的啦！赶快哦，赶快去捡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是有船啊，那边有船哎、欸。有人在掩护你、哦、，Alan 在拿火神掩护你。Eisenberg。到了！哦，在滴血，在滴血，太帅太帅！捡到了，偷走了，拖到吹佛的拖车上啊！怎么这么辛苦啊？那我先喝，我先吃几个实力旺，实力旺，要不要抓搭船啊？有船可以搭吗？那个船已经烧成这样，还能搭吗？在对岸，对岸还有船吗？我看一下。我说你的目的地是在对岸，可是那没有船啊。对，好运那黑色船可以搭吗？不行吧？这个应该可以吧？你试看看。你试看看啊。黑成这样不能的啦，都烂掉了。烂掉了是不是？被炸烂哦。那边呢？那边那烧嘞？那一烧烂的更彻底好不好？这一烧还比较好哎、欸。那直接水遁过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太远了吧？巨巨大概在哪里？大概很远。老皮游泳了，游泳绝对不会被人家打嘛，对不对？冲啊！冲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老皮横渡日月潭，有没有？这边应该没有海盗吧？没有啊，没有，绝对不会有这种海盗，就是没有那个鲨鱼什么的吧？鲨鱼不确定，海盗是没有。你不要放弃你的按叉叉，要拼命的按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鞭策你。我还游到海里啊！快游快游！手上还拿着一把刀，很远哦，很远哦。
下一栋真的有以下的东西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大概要游游到天荒地老吧。嗯，你大概游了八分之一吧。好暗哦，我们可以放大一点来看，有没有老皮在这里？不晓得老皮为什么不好好的游。哎、欸、，A 了已经游过你了啦，你有没有认真游啦？认真的啦，手很酸欸。按用力一点好不好？你的体力这么高，不用在这边，用在哪里？我尴尬，尴尬，有尴尬有。快快快快快快！